风和日丽，好天气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泰哥，我是小编。现在看到就是农场很标准的夏季午后的天气，然后可以看到这种叫积雨云吼，这种就是很容易下雨。那这种雨，但是到下午三四点之后就开始会落后，下面就可以看到下大雨，然后这就是山上的夏季午后的天气吼。不过今天，有未来看到这个场景，谁会创新啊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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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今天没有水蜜桃，今天我们吃蛋蛋哦。水蜜桃早上已经泡过茶了哦，那我们下午的时间来吃蛋蛋哦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福寿山农场的福寿双全茶叶蛋哦，我们天池独家贩售。来，我们常说哦，我们的人生呐，就要像茶叶蛋一样哦，要有裂痕哦，才够入味哦。那我们的裂痕，你看这个多美呀！哦，来泡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茶叶蛋哦，真的是很香啊，很入味，然后，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个汤汁哦，这样滴下来。我的口水不自主的，还是给它吸了两下哦啊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哦，多么漂亮的茶叶蛋哦！那我们茶叶蛋看好吃的茶叶蛋，其实哦要看蛋黄哦。除了看这个上面的纹路哦，很精彩的这个纹路哦，要有裂痕，哎，看得到吗？要有裂痕的哦。才看得到纹路哦，这种主材料的纹路。另外就是打开来哦，怕好亏，哎呦，有没有看到蛋黄哦？要卤到蛋黄都入味哦，蛋白都是全部都卤进去的。然后蛋黄的部分要卤到蛋心，蛋心的地方都要保持着湿润，这样吃起来的茶叶蛋哦才好吃。那个蛋黄哦，不会很干，有湿润的感觉，然后茶叶蛋的茶香、蛋香和咸香啊，人生呐、啊，就是要像茶叶蛋一样啊，哦，要裂痕才够入味啊，哦，好，今天的吃播分享给大家，大家拜拜。